嗱，今日咧，我又教大家写香港常用嘅十个姓氏。三画王，第一画咧，三画之中第一画就是中长，中间嗰画咧就最短，下边嗰画咧最长，上边就稍微即系第二长，第二长。咁呢个咧就最短、中长呢、這个第二长，跟住中间落嚟垂直，一定要对翻中呢、這个、這个宽度打横打横打横，就同呢、這个同呢个相约，同呢个相约。拱個字靚啦，知唔知啊？嗱，留翻張個章字，個公字點寫咧？嗱，睇住咯喎，咁樣提按再提落嚟，呢個長啲，呢個又咁啦，上翻嚟咁樣，提按再提落嚟，哦，轉長勾，好啦，個公字寫好咗啦，呢個長字啦，咁樣咁樣。咁呢個咧就可黐可不黐嘅，呢個又可黐可不黐。咁呢個啦，最短係呢兩畫啦。呢畫咧就最長咯喎，下邊呢畫最長，點點佢借頭條，點點佢，點點佢，係咁樣，咁樣。好啦，啲洞咧向左邊少少，即係俾佢個外圍，外圍有感覺，但係長啲啦，低過佢為主啊，低過呢度，低過呢度，左落收翻上去，蟹爪勾，蟹爪勾，好啦，呢個啦，嗱，挨企，嗱咁樣，呢個咧就向呢度個位落落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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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嗱。呢、这個位同呢個位置相約嘅，咁成個字就靚啦。咁樣升量嘅量，第一點，第二點開啲，第三點咁樣。咁好啦，又咁啦，向上向上弧，提按桌勾啦，提按桌勾咁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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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嚟。呢、这個嗱咁啦咁啦，呢、这個一點兩點，正佳係兩點嘅。行書咧就可以一點帶過去。咁呢個話咧就唔好長嚇，正佳就唔好長呢、这個。唔好長，咁呢個咧一定係咩啊？拉佢落嚟落嚟，又係冇勾個木字冇勾啊！咁呢個又撇捺啦，撇捺一樣又一樣啦，又撇捺開朗，撇捺開朗。嗱、这、呢個略嘅，呢、这個寬度咧又係同呢啲寬度啦一樣啦，即係上緊下鬆，上邊緊湊啲，下邊鬆動啲。咁口天吳、那個行書就可以口天吳，但係正佳嘅話印刷體咧又唔同喎，好似口央。咁啊，又個聚寶盤啦，聚寶盤嘅意思即係話上邊闊，下邊窄，下邊窄咁樣，咁樣。咁呢個咧就央咁樣，咁樣啊上嚟，提按啦，提按啦，呢、这個啦又闊度啦，又同隔離咁啦，嗱提按啦，即係呢個闊度同呢個闊度，呢個闊度呢個闊度一樣嘅。好啦，呢、这個去到呢度，去到呢度跟住撇呢個辣。我成個字咧就靚啦。嗯，誒，阿生，點解寫得右邊為主，唔係左邊為主？嗱，呢個咧就約定俗成嘅，即係幾千年嚟中國嘅文人墨客寫中文字咧都係習慣。左邊咧就保守偏頗，通通係右邊服務嘅，上下咧就下邊為主。大家快啲參加浩巴媽由明治開始，無不輸法比賽。